针目再勾一个短针，这一个短针加针完成，把胶扣取下，换到刚刚勾的这个第一个针目里面，这一个针目。下面一个针目里面还是勾一个短针加针，下一个记号扣的这个针目还是一个短针加针，勾完把记号扣取下，换到这一个针目上，换到上面这一个短针针目，下面又是一个短针。再勾一个短针，就是下一个针目里面再勾一个短针。这个两个短针中间的这两个短针是始终不变的啊，不需要加针，也不需要减针。最后剩下两个针目都要加针，都要完成一个短针加针，一针、两针。最后这一个针目里面一个短针加针。我们第二圈就勾好，第二圈勾好之后，跟第一圈一样，同样是要首尾连接，连接是一样的方式，引拔连接，钩针穿到这个记号扣的这个位置，短针的针目，把线勾出，然后直接引拔掉，把这个最后一针，这个地方你不拉紧，这边会多一个针目，所以一定要拉紧。拉紧完了之后，这边就没有了。那我们第二圈就勾好，我们下面来勾第三圈。第三圈也需要加针，这边请看我演示。首先是勾一个起立针，勾好之后，在记号扣的这个针目里面勾一个短针，短针完成，把记号扣取下，换到这个短针的针目上。在下一个针目里面完成一个短针加针，一针，同一个针目再勾一个短针，两针。在这个两个中心的这两个，就是中间的这一条里面，这个各勾一个短针，就是两针里面不加不减。再下一个再勾一个短针，在记号扣的这个位置，勾一个短针加针。短针加针完成，把记号扣取下。换到这个刚刚勾的这个第一个这个针目里面，下一个针目里。